红色法阵这边有一个人。环神的话，剧情比较不怎么样，印象中。神魔共人家可久等了呢。神魔共死过。我觉得神魔应该比较好改编，优成好多科幻场景。科幻哦，太科幻也是很困难吧。现在电脑 CG 很强。左大天的姐有机会跟中华一班合作吗？出个钢棍谢师傅。差太远了吧，出个钢棍谢师傅大家会昏倒。是离职。应该说幽城的背景设定很可怕，你需要了解古代天文学知识。不是你那个，大家应该有看过霹雳猫吧，像 N 六星抽爆，那什么天那个中华一番根本是个搞笑漫画，好不好？它是搞笑番，但是里面那个是用一些嘛很夸张的东西。曹气领命，哇，这范围太远了吧。中华一般应该都是咒师，中华一般都是什么什么龙啊，什么到处什么什么阿里不达满天飞这样。中华一般就是搞笑番，虽然日式漫画本来就大部分很夸张啊。刘昴星55大招凤凰水晶，日式漫画不夸张的，好像也蛮少，大部分都很夸张。用寒无沙加阳环过救援第一关，不错哦，用烧的。永灵刀，网球都可以弄成超能力网球了，笑。网球王子不是什么手冢区